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灾害，嘉义县消防局去年招募机能义消，日前水协机能义消举办水库专业救援训练，特别聘请水协专家教官林瑞安前来授课。虽然天气无介好，义消当然嘛是拦得好，专心的练习。它的船头比较不会被浪顶起来，然后就做变成有搬护的动作。可是你回来的时候就是要记得了，回来后面浪一咬到你的时候，就大家要往后退，把船头翘起来。今天是刚好跟地方做结合，然后可以接近到时候如果有灾害的时候，国军可以跟地方的能量结合在一起，然后以便达到更大的效益。借由我们今天我们县立海军陆战队的到来啊，在这边也要做一个宣导。希望有志青年啊，未来可以加入我们国军的行列，来为我们海军陆战队尽一份心、尽一份力。这届训练佮加入国军前来观摩学习，上司涂瑞福讲，透过国军和地方救灾团体来合作，希望日后合同救灾的时阵会当更加大吧。哦，我们的机能义消哦，它是有别于我们一般义消，机能义消是强化它的特种的一个搜救技能哦，像我们随意义消呢，它就针对随意方面呢特别有。装备，那另外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技能，在明年呢，我们来继续来强化我们的义消的潜水救生技能哦。那希望说未来哦，在海区方面哦，可以投入到我们的一个灾害的一个抢救哦，那来提升我们整个海区地区的一个防灾效能。抢救科长讲，机能义消和一般义消是不同。伊是针对特定的领域进行更加专业训练，目前进行到第三阶段，未来阁安排同仁参与增加课程，希望能守护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记者黄佩嘉，关采访报道。